大家好，现在我是在新加坡的丹纳美拉码头。这个周末我要乘船去马来西亚的海域潜水。我们现在乘坐这条船通过马六甲海峡到对面的巴旦岛，然后在巴旦岛转另外一个船去潜水的点。狭窄，是这样一间房子，有三个床。真的不尝试吗？真的过了。哎，早上好。昨天晚上风浪不是很大，自己吃了一片抗晕船的药，睡得还可以。现在刚刚起床，我们现在前往今天的潜点是一艘1972年意大利的沉船。The current is pretty strong and the visibility is lesser than 2 meters. Okay, I hope everyone out here have managed to go around the wreck. Okay, you want to go right? Yeah. Okay, good. Okay.
刚才我们进行了第一次尝试，没有成功。下面洋流太大了，我有一根绳子，我们抓着这根绳子下去，下到十几米的地方，可以到那个船的甲板上，然后继续抓着绳子往下，要到三十米的地方。但是刚到十几米的地方，由于洋流太强了，能见度很低，只有两三米，我们的一个队员就找不到了，然后我们就紧急的浮上来，一会儿再进行第二次尝试。天的颠簸，我们终于靠岸了。呜！说啥别的？哦。Thank you. Okay. 你们要吃东西吗？对啊。上去看看吧。你们住在什么地方？